大家好，那么欢迎各位再一次来观看人王一的游戏片。那么这一次是第14章啊，红魔之源。那么这一次应该就是打那个巨大骷髅。我们出发。现在就来打这个怪物，拜拜，出发。OK， 我们现在就来打这个 boss 了。自己反正他怕火吧，这个巨大骷髅。那我丢回头算了。上去耶，天哪，这飞镖有可能不太够耶。先跑上去再说。应该会打这边吧。直接开大好了。继续飞镖，两个角都打完了。
问他身体怎么那么难打。不对，上去剑吗？这要是多久啊？再来一枪，无兵库 ，OK。刚刚没想到突然之间来了一个小兵，不过刚刚其实他有三次机会，照正常来的说我应该是可以把他收掉的，但是前两次浪费了，没想到最后还要靠弓箭还有铁炮。安仁殿，それにしてもかような邪法は見たこと。安仁殿。果たしたなウィリアム。犠牲となった者たちも報われよ。果たして出発。那么这一集就先来到这，如果你喜欢这一次的影片记得按赞，觉得这个频道还不错那就按个订阅支持一下，有什么意见或看法的话呢可以在这影片下方留言。 OK， 那我们下一集再见，各位拜拜。